为伫新野新庄地带南京的都心公园附属地下停车场，因为林金斌伫市政中心甲台南市议会，加上周边相关繁华，是当地民众正讲尤其不可欠缺的停车空间。伫前围路的下边，整修牢固的停车场以及新增加电动车充电站，完工了是展现全新风貌，全面提升停车场使用的效益甲服务品质。我平常这个全新的停车场是位于新亚南营立独新公园地下停车场，因为临近市议会甲民治中心有停车的必要，加上停车场当年使用变较牢固，对此台南市政府将停车场重新进行整修，并提供将近300个车位，让民众会当方便停车。这个地方哈，坦白讲，已经从民国1995年开始哈，已经历经16个年头了哈。那这16年来这使用哈，感觉起来有些市民朋友反映就是哦哦吵吵，哦阴阴暗暗的，那这个也会下雨会漏水漏得蛮严重的哈，那整个动线的规划也不是很 OK。那我们从厂商经营的回馈金里面提拨300万元来进行整场的优化，场地的优化。那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里。不仅动线变得更顺畅，然后这个区域变得更明亮，那减少这种治安的死角发生。这次停车场的整修，除了整体环境改造以外，内底更是设置12支电动充电桩，会当服务溪北地区，也是外地游客电动车主，和台南市更加往电动车优先车市前进。除了车道，我们硬体设施、车道、墙面、这个路面的改善之外，引进了最先进的这些智慧停车的设备，那从入场的这个车牌辨识到场内的这些载席的侦测，以及到了这个收费缴费的自动化哦，这个多元的缴费，另外更引进了12席的充电桩，那这也是目前全台南市哦这个路外停车场一场单一场地充电桩最多的场地了。那我想这也是呼应中央一直推动地方要来广设这个充电桩，那路外停车场是设充电桩最直接最方便的场地。停车场目前阁是以一点钟收费20元来算，未来充电是以每度7元来服务大家，希望未来充电设备会当阁较普遍，和台南市电动车用车环境会当阁较舒适方便。记者钟慧郭博义新亚区采访报道。